感谢贵族动漫康总提供的本期视频玩具。首先，黑女王苦行乙是暴君横行无忌 AKA 堕天太子的使者，是未来时间线中的重要人物。他奉命来到史前地球，遭遇了霸王龙 AKA 威震天和原始兽小队，不幸被俘。威震天对他施加了酷刑，妄图在他的头脑中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和神秘内幕。苦行乙最终的下场是脑死亡，就是植物人。而造成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心态失衡，想对得势的劫难进行报复。重点来了，传世苦行乙 AKA 黑女王应该算是对98年包抗限定玩具的重置。原本玩具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五位数，像我这样的屁民此生不会染指。传世苦行乙是原色魔鬼的重图，附赠了金属遍体头雕。全身并没有女性人物应有的特质，虽然有备用头雕可以替换，但和插画中的苦行乙毫不相干，不能体现她独特的气质。玩具变形非常简单，和原色地狱火 AKA 魔鬼是完全相同的结构设计。黑色搭配紫色金属系涂装非常好看，昆虫的外壳质感也非常细腻。眼睛是紫色透明件，要比原色蚂蚁显得更加神秘。问题也和原色一样，在伪装形态下无法隐藏收纳武器。太吧，该谁了。